整个行动通信发展的历史大概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哈。第一个，我们从家里最传统的固定式电话，然后发展到可以移动的，在家里移动的无线电话，然后到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动电话，大概是分这个三个阶段来发展。从我们刚刚整个发展的历史来看，也就是说它最后发展到它是可以在行动间来做一些通讯的活动，那它就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打电话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接电话。那一般来说的话，我们能够称得上行动通讯通常的速度是在60公里每小时。行动电话具体的运作方式啊，它大概分成几个重要的资源。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随身携带的，像行动电话、像 PDA 啊、像过去的 BB Call 等等，这都是算在属于终端的设备。然后这些行动电话呢，他们就会透过讯号先跟基地台联络。那基地台联络会把信号再传回到基地台的控制中心，那控制中心会诊了一些基地台的信号以后，它会传回到交换中心，那交换中心就会把这信号再传到另外一个人的基地台的控制中心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基地台，然后就可以传到另外一个人的手机上面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达到通话的目的了。